看得到水吗？看得到。现在不会浮起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等一下，我们要点那个要点灯吗？准备到临界点。它淹过去了，它淹过去了。要满出来，好。好。看得到亮吗？等一下，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要在前面，哎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你要那个灯罩再下来一点，对。电压有掉吗？有，可是掉不多，其实掉不太多，才掉0.2伏而已。看得到两个亮吗？有，看得到。水中正常使用，12.61，耗电量很快哦，每秒少0.01伏。好。